如果不点了蛋，头给你砍掉，开小岗。くせえし汚ねえし、不細工じゃねえか。クソが。真的假的？靠！不会吧？这么小的事情怎么可能？啊，原来这个是血是吧？抓出血了。我以为是诅咒呢。你在哪里？这来了，全都上四楼吗？哟，我操，有地下室，这我得去一趟。彩蛋，兄弟们，看来不是。没人，你真敢呐！都没人，为什么都没人在啊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没事，别怕，问题很小。进去吗？我不。看来确实是得进去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走。我不动，你不动，看来我得动。接喂喂喂啊，什么四楼？让你去四楼呢。三女他们在四楼吗？我到底要不要去啊？总觉得怪怪的。原来人都在这里。他头发不一样了。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还好你们都没事。我刚刚遇到鬼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小心哎。我就是鬼。哎呦，气氛好像怪怪的。恶心，恶心！去死吧！你们怎么有脸在我面前搞这些？什么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啊？搞什么？哎，阿全！啊，文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少骗了，刚刚不是你叫我来四楼的吗？啊！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讲了啦，我刚刚被鬼追的会吓死了。哎，不要丢下我了！完了，又被丢下了。哼，没人喜欢你，孟博主，好了啦。奇怪，我刚刚按的是水吧？你手指粗，按错了吧？嘿嘿嘿，这小子挺有意思的。哇哦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别在这瞅了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不跟我来是吧？不跟我来，我就只能自己来了。监控里边一会儿一定得出来东西，我跟你们说，百分之百。这完了，啊！一会儿肯定有个脸。那是大天跟林恩，他们要去宿舍吗？奇怪。别瞅了，别瞅了，别瞅了。
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肯定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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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完了。你看，我一寻思，就指定得有个脸在那监控顶。刚刚那是，难道他要对大天跟林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赶快找到阿玄，跟他一起去救人。啊，赵新桥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们谈谈吧。有什么好谈的？谈你当初怎么跟那个女的恶心骗我，还是你怎么样狠心分手甩掉我？我有好好跟你提分手，分手后我才跟三女在一起。分手？我没答应就不算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闹了？我们就不能好聚好散吗？你当初说你要好好爱，我没答应就不算。爱我一辈子，我相信你了。在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是最温柔、最可爱的学姐。那时候我的确很喜欢你，要不是你后来……啊，好，别这样，我不怪你。我现在才知道你精神状况。我要的不是同情。好，我以为这次会不一样，但不管重来几次都一样。你们都去死吧！杀人犯。阿全，救我！我不是什么杀人犯，拜托你，求你像以前一样温柔对待我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那些温柔什么的，我也早就都没有了。做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不要再闹。阿全，阿全，阿全是坏人。我知道了，阿全肯定是个坏人。来吧，季德全，你来了。不的猫呢？你来接我了吗？上哪调查呀？手机。手机？女鬼是真的，找到超度方法。阿全快逃，没剑没屁用。手机完了。阿全啊，不对，他不是阿全。哎呦，文耀，看吧，无论你挣扎几次，最后都还是会死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虽然你讲话很坏，但是我知道你都有在关心我。炸死了！你为啥往后瞅啊？你回来，他不炸死了吗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嗯，我，哎，还回头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！躲避，寻找七星剑。不要怪我！哎呀妈呀！啊，原来如此啊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哎。僵尸啊，变僵尸了！七星剑到底搁哪呀？左边、右边，有人知道没？哎，我先看看啊！你看，这不躲避寻找七星剑吗？让我……哎，我操！他走，我出来，然后我再走。
哇，宝剑出鞘！这是文耀说的。他都闻着你了，你快点，你赶紧的。文耀，扎他！啊，剧情杀，兄弟们。真灵恩，哦，烦不烦呐？每过几分钟就来找我讲话一次，不无聊哦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很无聊？你很聪明哦。好啦好啦，再陪我一下下。有一个剑柄怎么扎人？就放你回去。我现在，可是我们要找谁啊？找文耀学长啊。那他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哦。那我传讯息问他，学长你在哪？啊，你白痴哦！你这不就是告诉他，嘿，我们要来吓你哦。哦，资工研究室，学长很快就回来，赞哦，赞哦。奇怪，这么晚去研究室干嘛？学长都快毕业了，还这么勤劳哦？一定有诈。停，停！好人卡，我要的不是这个卡呀，我要电池卡。哎，妹妹呢？妹妹没了。妹妹呢？妹妹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妹妹不动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卡搁这儿呢，可是我没见着有卡呀。啊，搁这儿呢，拿了好多。开门，门怎么锁了？哎呀，搞这种东西，那你还能不让我出去了？哎呦，我一缕青烟。谁？谁？谁？啊！早说呀！有柜子不早说。柜子旁边有狗洞是吗？有吗？没看见呀、啊！等他先走啊！好，他走了，我先蹲下来。拿了好多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振林，振林，人刚刚还在这里啊！一定是我困了，错觉，都是错觉。这不是很 easy 吗？就这水平啊！哎呦我操！哎，哎呦我操！振林，干嘛？我跟你说、哎，刚刚我突然跑到奇怪的地方，一回头你也不见了。还有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到刚刚还在追我。你是真的睡着了？我们刚刚拿到备用卡就出来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可是我刚刚真的……走啦走啦，回研究室了。学长，可口吐我要学长，搞什么？人又不在吗？女鬼桥校园知名传说背后沉重惨案，切换分页。七星剑只有一半有效，只有一半有效吗？啊，跟厉鬼决斗，真的假的？还要跟厉鬼决斗，振林，又要干嘛？只要我们照上面说的做，就可以救学长。哎，你不是怕鬼？你到底帮不帮啊？好啦好啦，那你先去找铅笔跟去自由。找铅笔和去自由，好，兄弟们，七点钟了，
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溜了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